强震来袭，大楼严重毁损，住户仓皇逃生，里长也赶紧广播协助疏散避难。社区内有房子已经倒了，请大家立即到临安公园进行疏散避难，请护士里防灾天主到里办公室集合。遇到灾害来时，松山区公所、警消、里办公处及民间单位迅速编制工作小组，帮助受伤住户后送。遇到火警也得立刻扑灭。还有小偷趁乱潜入住家，同样遭通报逮捕。松山区灾害避难演练过程逼真确实。我想防灾的这个议题还有演练的部分都要请大家多多的帮忙，尤其最近这个信义天坑的事件，其实可能居安思危，大家都要去思考一下之后万一有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。最近公安意外频传，松山区公所选在宁安公园举办灾害地区紧急疏散避难演习，邀请富士里内的原住民和印尼籍新住民共同参与，透过翻译传达正确防灾观念，平时多一分准备，就能少一分灾害。记者邱世明台北报道。